依家成個人由內而外強壯咗好多啦，血液循環又好咗好多啦。咁仲 keep 住咧，成年我都冇睇醫生，冇病過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邝文信。自從咧2006年結咗婚之後咧，咁其實我都少咗喺幕前見大家啦，一直咧都忙住照顧三個小朋友。咁雖然咧再唔係新手媽媽啦，咁但係咧我依然仲有好多嘢需要學習。咁湊小朋友咧，雖然係攰嘅，咁但係咧我自己亦都好開心啦，可以投入心機嘅時間去陪伴佢哋，見證住佢哋嘅成長。咁我梗係希望自己 keep 住最好嘅狀態啦。咁點可以俾自己健康有事呢？希望成家人咧都可以打好個底嘅。咁我見好多人話靈芝係可以調理身體啦，咁從內而外去促進嗰個人體嘅免疫功能，去抗病入侵啊嘛。咁我真係試過咧去跟住去煲湯嘅，咁但係咧我又發覺，咦點解即係煲咗一排飲咗一排，我都冇乜感覺，又覺得冇咩效果咧。咁後來咧我先發現原來靈芝嘅營養咧係唔可以喺一般煲湯嘅過程嗰度釋放到出嚟喎，人體係好難吸收嘅。咁反而靈芝孢子咧，即係靈芝嘅種子，佢嘅有效成分咧嘅含量咧就比靈芝係高成75倍咁多嘅。咁但係有問題又嚟啦，靈芝孢子咧有一層好厚嘅外殼包住咗噶嘛，咁即係話又吸收唔到咯咁樣。咁但係唔使擔心，我哋咧係可以揾一啲去全破壁嘅靈芝孢子咧，咁就可以達到最好嘅保健效果啦。咁好開心啦，終於俾我咧喺萬寧咧就揾到草基靈芝孢子啦。嗱，草基靈芝孢子咧係佢係可以強免疫啦，佢可以穩三高啦。咁但係點解我會信靈芝，即係呢個草基靈芝孢子呢？因為佢有本港大學實證，有 98% 嘅破壁嘅喎。嗱，高破壁率咧，身體先至可以真正咁吸收到，先會有效果嘅。咁而且咧，草基靈芝孢子咧，嗱，佢嗰個成份裡面咧，佢係加入咗母蓉噶。嗱，母蓉咧係免疫力嘅黃金鎖匙嚟噶，好似藥引咁樣咧，激發人體產生更加多嘅免疫兵團。巨細嘅細胞，雙重提升免疫力嘅，咁佢仲係咧市面上少數同時含有全破壁嘅靈芝孢子啦、靈芝子實體、靈芝菌絲體嘅保健品嚟嘅，咁所以咧可以令到你個身體係全面咁樣吸收到靈芝嘅營養嘅。嗱，我每日咧朝頭早起身咧空肚就食兩粒嘅，好細粒㗎咋，好容易吞。咁樣咧，嗱，好神奇噶，真係可以幫到我充到電嘅。嗱，我食咗一樽之後咧，好明顯，我感受到成個人嘅體質係好咗好多啦。就算有時咧捱夜啦、me time 啊，瞓得三幾個鐘頭啊，多啲嘅5-6個鐘頭啦。咁咧，但係咧，即係第二日咧要同佢哋去放電啊，咁樣咧，其實都難唔到我咯，即係自己嘅精神都好咗好多咯。咁我仲記得咧，有一次咧試過落大雨啦，冇帶遮啦，淋到濕曬，仲要吹咗好耐冷氣啦。咁平時咧一定會感親噶嘛。咁嗰次咧，我竟然咩事都冇喎。嗱，俾個 tips 大家啦，如果 feel 到自己咧狀態冇咁好啦，想作病咁樣啦，嗱，我自己就會臨瞓之前食多兩粒打底嘅，第二日咧就會幫到我完全去恢復翻我自己嘅體力啦。依家成個人由內而外強壯咗好多啦，血液循環又好咗好多啦。咁仲 keep 住咧，成年我都冇睇醫生，冇病過嘅，出入冷氣地方著住背心短褲，咁更加冇問題啦。嗱，咁如果你咧仲因為擔心三高啦、15、16啦，咁你就要留意啦。嗱 ，keep 住食草基靈芝孢子啦，佢除咗增強免疫力之外咧，佢仲幫助我 keep 住三高指數冇超標嘅，因為咧靈芝當中咧佢嗰個三鐵類咧。係可以增加到血管彈性，佢去排清個血管嗰啲垃圾啦，維持心血管嗰個健康嘅。嗱，血管年輕咧，其實自然就有效幫助到即係保護我哋嘅心臟嘅健康噶啦。其實身體同心血管咧都要趁早保養，出現問題嘅話咧就可大可小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試草基靈芝孢子咧，就可以喺萬寧啦、草基專門店啦，又或者 Cinemore 嗰度買到嘅。